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对局。很高兴能够和周鹤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鹤阳老师，你好。魏姐，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那么这盘棋呢，是西藏富康队和这个深圳龙华队的焦点之战。由这个韩国的江东润九段对阵中国的十月九段，两位都是老牌的世界冠军了。对对对，应该说这两位棋手已经过了这个巅峰期。是。但是现在依然这个活跃在各大比赛之中。是是是。应该说他们俩应该也是老对手了。嗯。所以今天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盘焦点之战。是。好，那这盘棋呢是十月九段执黑先行。对。我们现在进入棋局。星位。黑棋是走的是星位。黑棋下一步还是非常少见啊，是选择了一个挂角。对。这个方向上也是，还是最早肯定都是往这边挂啊，因为我们要配合这个小目或者走这个中国流，这都是往这一带下。但是这盘棋是下在那边挂角。另外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对付星位也是点三三会多一些，挂角也是有点少见。但这盘棋十月的应该说是下出了一部以前也很难见到，现在也很难见到的一手棋。对，这个应该说十月应该是赛前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白棋挂在这儿啊，低挂妥协了直接。现在是对付这个小目，基本上都是选择低挂了。以前下的最多肯定是高挂。高挂。甚至还有这种二尖挂啊，四这比较多。现在都是低挂。对。最主要的是都不怕夹击，现在这个低挂。对对对，不怕夹击。以前肯定是会选择这种二尖高夹呀，甚至三尖夹，这个好多下法。但现在呢，应该是怕这种飞压。另外这个也怕点角。这些下法。现在是实战是走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尖，这个尖是最厚实的一个下法，这个也是一个，我记得这个下法最早的是日本的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棋手秀策先下的，对，执黑不败，对对对对，秀策流，秀策流，这个尖是很有名的一部下法，没想到现在过了这个也200年之后啊，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对对对，又重新辉煌起来了。是的，现在是还是下的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给他又给他发扬光大了，又为他证明了。对对对，现在大家是下这个尖是越来越多。对，白棋。点角，这也是非常积极啊。白棋应该说是步步都是人工智能的下法，低挂、点角，这都是非常的，AI 流。对，黑棋是选择挡，爬，还是长一个是吧？接下来白棋也是下的是就是爬，没有选择飞，还有飞，好像还有跳的下法，这个下法很多。黑棋下的很简单，就长一个。黑棋也有飞啊。这盘棋白棋是下了一个最普通一个最本分的下法，就是爬。黑棋搬。白棋搬。应该说白棋，这么下的话，也许他是觉得要保留这个打出来，大概是啊。比较容易想到是这样飞啊，这么飞他大概是怕人家夹击过来，这样是比较容易想到的。那只能理解他爬完之后的话，如果黑棋再来夹击的话，他是应该是要准备是不是要打出来，应该是这么理解。战斗。这大概是白棋的一个准备，当然也打在这儿，打在这儿是比较普通的。打在这儿的话，就是，下力，这也是一个下法，定势后的定势，对对对，这个就是白棋实地非常可观，黑棋是走外势，对，
这么下倒是也是符合两个人气风。两个人的话，十月大家很熟悉，他这个是我们中国这个力战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啊，人送外号“场精一条龙”。对对，嗯，非常擅长吃大龙。是的，应该说在巅峰时期，基本上盘盘都能吃到一条龙。嗯，这个对职业棋手来说，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吃龙了。是的，嗯。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十月自己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觉得都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不是他主动去吃的。对对，但事实上是他每盘棋都能吃到对方一条大龙。对，这个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嗯，因为这个有很多棋友们是最喜欢看吃大龙了，但是其实，在职业的棋谱中你是很难看到的，对，因为这个大家肯定是。不到这个非常时刻是不可能是死条龙的。嗯，尤其是每个人计算都非常精准。这个时候你想吃对方一条大龙是很难的。腾挪比攻击容易，其实。对对对，是是是。嗯，所以说这个棋如果下成这样也是比较正常的。嗯。但是呢，这个棋，黑棋是选择了对搬这个，选择了搬这个，把方向转到这边来了。这个下法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嗯，搬完再断。这个就是要问一下白棋的应手，嗯，白棋简单一点就是吃这个，对吧？吃这个也是有的，这样就像是这样，提一个也可以，不提也行，就简单一点就是提一个，是吧？也有这样，这个就是有点忍啊，这个下法有点忍耐，然后这样再让白棋可以抢到这个猜啊，假如说这样下，这个下法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下法，嗯。实战白棋呢，应该说是还是选择另外一个下法。这个下法也是非常的，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AI 定式了。对，很常见了，现在已经。应该这个场合，白棋选择这个下法，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嗯。因为黑棋显得这边没那么宽，对不对？嗯。所以说白棋这么下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嗯。打吃。白棋打吃，黑棋粘。白棋是选择飞出来。嗯，黑棋飞不，因为争子不利。如果争子有利，黑棋一定是争死白棋。对对对，争子不利，黑棋就飞在这儿。对，嗯，如果争子不利，白棋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吧？应该可以搬在这儿。防你的争子，这也是一个战斗，对这样的一个下法，就是如果你争子真的不利，可以这么应急，吃，然后再飞出来，这个下法也算是一个流行的下法，很复杂，对，也挺复杂，争子有利呢，就没必要下这么复杂了，就直接飞出来就可以，对，飞，这个飞也是。非常飘逸，这也是人工智能下出来的最先下出来的一手棋。嗯，这种感觉确实不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这个飞很飘逸。这个地方我觉得，棋友们稍微要注意点的是，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说争子有利啊，这个搬的话，这个地方黑棋是可以选择弃子的。嗯，把棋跑。跑，这个地方看上去争不掉它，但是这地方就选择一个弃子就可以接受了。架子，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知道一下这个下法。不用怕，不用怕。嗯，所以白应对的招法就是看上去吃掉它也不见得便宜。嗯，所以这个棋如果说比较常见的下法就是这么飞一个，这个是以后要瞄着这个顶出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对，嗯，这盘棋它是没走啊，这盘棋是守了个角，守了个角。这步棋确实是比较少见了。现在以前最早肯定是都是这么挂角是飞一个，但现在下这种一挂角，大家都不去飞了。这个下法有点复古了。如果我那个年代学下棋，这个学棋的话，像这样的棋啊，如果不走这边的话，这个棋形我们一定会选择走在这个阵。哦，限制黑棋这边发展。限制这边发展。嗯，因为这边黑棋已经势力已经非常大了嘛，所以说阵一个。他如果飞，我还要继续压呢，这个棋，对吧？继续压缩我，继续把你压到，就是压得越小越好。重复，让我重复。对对对，这个应该说是我那个年代学棋的一个理论啊。如果是黑棋下的话，白棋不走，黑棋下的话也是这么跳一个，也不去双飞燕了。但这盘棋，你看江东呢，他还是硬了一个。很冷静的一步。很冷静的一个下法。韩国棋手啊，因为我们这代人跟韩国棋手交战次数非常多，韩国棋手他们的这个
本质上是非常喜欢实力的啊。哎，所以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对对对，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力战。就是看上去有风格也挺多的，但他们最终的本质还是实地是为上的。回归实地。实地为上，实地最大。嗯。哎，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跟他们下棋啊，韩国棋手下棋的话，你也许能吃到他的棋，但是你很难就是说你最后他目数就是差很多。就他一定如果最后拼命的话。他一定是拼命的抢实地，搭上我的大龙，我也不能让你赢。是是，所以像江灯论和十月下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哦，因为十月本身是擅长吃大龙的。嗯，哎，这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地方。哎，这个我们埋下了一个伏笔啊，这个。对，韩国棋手是尤其江东论，这一看都是非常喜欢实地，就是你可以吃我的龙，但是我不能地不够，这个是他们的。哦，那这盘棋我觉得后面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上演一个这个屠龙啊。对对对。哦，有可能吧。然后像中国棋手，包括日本棋手呢，会有这种均衡性会更多一些。哎，就是咱们最后形成个戏棋局面，然后慢慢收，慢慢走。就像这样，这种阵营就是均衡下法。哎，我也不那什么呀，你这块我承认你后。我让你围一些，那你呢也围小一点，然后我们最后再慢慢的收官啊。他这个是你能看出来，我先这个地我要先守住，我的是我的，你要是围大了，他应该最终还是要进去，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精髓所在。我的是我的，你的不是你的。对，你的不是你的，是这样，怪不得他不愿意送空啊。对对对，何阳老师，是是是，你的空反正都不是空。对对对，有意思。好，那么接下来，黑棋的这步棋也是这个局部非常常见的一步，对，后续手段，这个应该说是，双方的一个要点。这个棋形我们棋友们可以稍微记住一点，就是走在这里，白棋也是走在这儿，黑棋也是走在这里，这步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一手棋，它是瞄着让你来走这个穿象眼啊，然后它实战是再补回去，实战是补回去。补回去也是还是非常冷静，这个棋。这个地方何阳老师，黑棋是不能冲吗？可以冲，你也是可以冲，但冲应该是会便宜。他应该是就挡住。挡住。那我断掉你。他这样，他再挖。这个地方你就夹不住他了。其实这个地方有点难想啊，就是说，本身白棋的征子是有利的。其实本来也可以这么下，但是本来是我们刚才说了是打了为了夹。就是本来这个地方黑棋最好的办法是弃掉这三个子，是要加它，但是对，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黑棋先走了一手之后，黑棋这个地方白棋通过这转了一圈之后，黑棋的气紧了，你是加不住了，这样我们可以冲过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黑棋弃子最好，如果强行要的话并不舒服，强行要被我打成一个大包，滚一包，这个黑棋好像有点接受不了。对，接受不了，这是个大包，他接受不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千万别让对方打成一个大包，是最好是反弃子黑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双方。我觉得应该是都研究很深，刀路很多啊，所以他穿出来呢是应该是在想让黑棋冲断，黑棋呢当然这个地方两个人是应该不会应对有什么问题，实战黑棋是选择是很冷静的补回去，他应该是瞄着这个白棋，那这两手棋相对来说，如果黑棋本意就是要补一手的话，这两手棋的交换黑棋就便宜了。至少十月觉得便宜了。也确实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贴的话也很难受。如果你要救这个子儿，我这样顺着攻你，这个白棋你补也不是，不补也不是，然后跑出来的话，这个黑棋的头很硬，这个地方白棋是，也很难处理。这个地方。跑就更无所谓了，我随时就能打了夹。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他跑的话，你能打了夹住他就可以了。那当然能争掉是更好。我争不掉，我能夹住你，已经很满意了。黑棋，所以他觉得你贴出来贴回来不怕。所以他实在是黑白棋是选择了飞。飞，也很轻灵啊，这步棋。这个韩国棋手还是非常轻灵的。另外这手棋，
也是有木的，对，木上是怎么样？是一定要下到木的，这个对韩国棋手来说很重要。戴老师强调这个木啊，对对对，对这个韩国棋手是非常了解的。是是是，因为中国棋手应该说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现在竞争对手就是韩国棋手了。嗯，应该说日本棋手现在原来说三国鼎立嘛，现在应该客观点说日本是在这个围棋界是在衰落。他们年轻棋手确实是对跟中韩两国的这个棋手比呢，确实是现在处于下风。对，所以应该说中韩两国的棋手是非常熟悉的，竞争是最激烈的。那么黑棋点角，黑棋点角，白棋挡，这个也是现代理论啊，都是遇到星位都是点三三。要是像以前这个是我那个年代的话，一定是要说一定要是有咱们布局题选十分题，这肯定是要选这个题啊。对啊，这个你跳起来，你看扩张起来，配合这边的模样非常漂亮，对不对？也非常满意。你看他没有，那是点角，视而不见，实地，视而不见。咱们中国棋手也很喜欢实地，其实。这走了，那么白棋，不给黑棋这个角，选择了这个连扳下去的定式。这个应该说也是喜欢实地的一种表现。这个地方，还是把实地这个角地啊，白棋是要取掉。这样呢，黑棋也是获得了一个先手。对。这个定式呢，白棋目数要多一些，但是黑棋速度更快。黑棋实战提完了之后，飞角。飞角。白棋是选择是尖柱，尖柱，特别的冷静。这个尖柱也是有点冷静。正常是应该是负走的，对吧？还是说还想再压迫他一下？因为白棋你感觉上实地抢的已经很多了，实地抢很多了，正常这个角就应该让给黑棋了。比较容易想到就往这边猜一猜嘛，就是最简单的。这以后我这边就是想尖冲，凶一点是尖冲进去。这你要是稍微脾气好一点，你就是上面吊一吊就可以。当然你遇到那种对实地最敏感的，那你还可以往里头碰啊什么的，直接走到最深入的地方去。那尖三三这个确实太喜欢实地了，我只能理解。这个江东论应该说是从这个几个取地的下法来看，就是明显能看出来他这个实地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这个尖我觉得有点过分了，这个我是很难理解的这种棋。就算人工智能告诉我应该尖三三，我也不会下。你不答应。对，就是这个，就是再高的棋手这么下，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棋肯定是要往外面走，这个棋。这个棋啊，有点不讲道理了啊！这个一直都是在捞时控。对。黑棋逼过来。逼过来。白棋拆，这手棋也很大。对，当然这是一个明显的大场。潘老师，这个白棋有没有可能锁掉两下再走？你飞肯定是飞不着的。飞还要脱先呢。只能拐。拐的话，拐，可以说是一种办法，但是也有亏的地方。这样的黑棋的棋形也非常好。黑棋也很厚实。对。可以，其实是可不能说不能下，我觉得是可以下，可以下，可以下，只是，这个下法呢，就是说黑棋呢，就棋形是比较好一些，但白棋呢，不管怎么说，就搭到就飞着了，当然最好是飞，但直接飞它肯定是脱先了，对吧？直接飞肯定脱先了，肯定脱先了，所以这个地方他还是犹豫了一下，最后选择了单拆，单拆，那这样呢，也给黑棋留下一个好点，就是贴起来。对，这个贴起来应该说这样的这个定式之后，这个贴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好的形状。白棋简单是飞，但是这盘棋飞肯定飞不着。对，我们看这个高手对局当中，这两个点不可能有一方完全占据。对，就是又占了这个，又占了这个。对，这种棋一般不会出现。一定会让你不爽，总有一边是对方的。白棋是又抢一个大场，又抢这个大场。然后黑棋飞压，飞压一个，这两边白棋都是低位，对，把它压低一些。白棋搬起来，搬，
一起搬。搬，搬起长。长，一起压。压。这个只能长。嗯。这个是不敢搬，搬的话，这个断的话，下面这个立拐，这个器型是气非常紧。板器的气是很紧。对。这种地方，棋友们，我觉得，我们电击之前的棋友们应该说，一定要对这个气要很重视。嗯。一般我们说气紧的地方一定会产生手段，所以这个棋一定要小心气紧、嗯。这个地方马上就有断出来了。对对对对。这个白棋是不行。有各种各样的断。对。应该说。但这个也是。对对。简单一打也行。对。现在就是下法就是太多了。对。所以白棋这个地方还是只能退。对。嗯、还是只能退。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气。对。黑棋是黑棋点进来了，这也是问一下应手。嗯，这步棋是有点够狠的。嗯，这个棋就是把这边先压完之后，这边还要再请路一下。这个确实有点有点欺负人的感觉，我觉得啊，这个够猛的。哎，另外一个也是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嗯，这种棋是一定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嗯。白棋实战也是选择了忍耐啊，这个就是选择忍耐。白棋挡，比较容易想到还是想先压两下啊，先压两下。黑棋顶过。对，然后走，爬，这样大概这个是比较本分的一个想法。嗯，当然黑棋这样就算先手把它给掏掉了啊。也是可以满意黑棋，可以，就是黑棋肯定是可以接受嘛，就因为再不走，以后有可能就点不进来了。这个时机他觉得还是能掌握。对，嗯，白棋接受不了。白棋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白棋这样就是简单了，这样我就、啊、你就捞点小的，但是上面呢也是我的，就这个意思。嗯，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凶狠的下法，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尖的话有可能是最凶狠的下法、嗯、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嗯，其实这个地方有拖，对，然后这边应该漏也是有先手。这样就是说黑棋应该是能活。嗯，哎，白棋呢应该是怎么攻它之后，你如果能拖掉，然后我这边再先动手啊、哦、哎，这就是一种反击的态度。嗯，哎，如果你因为我觉得他是有点欺负人啊，这个我、那我们就转身吧，你活这边吃他的可能性不太大。哎，比如说你就冲了，拐进去，我就攻攻你，然后我就站一站攻你。哎，如果你什么时候脱掉，那我就让你活，然后我这边先动手。哎，这是一个思路。嗯，就是把这个空让给黑棋了。对对。取得外势之后，在其他地方活便宜。对，这个就是针锋相对了，就是你要非要现在来掏我的木，那我就现在要反击。嗯。反击的下法。但是江东论还是下的这步棋，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有点过于稳健了。嗯，要不就是压两下，我觉得。对。下一步黑棋时机也非常好。压、这个白棋还是不敢用枪。这个地方有点难受，被白黑棋有点欺负的有点难受。这个地方，他如果搬的话，这个断他应该还是有点不好办。嗯。这个气还是一个问题。对，这个长肯定是先手，然后这边下面拐了断，这个都味道非常不好。但是白棋不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白棋子力很多了，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老是不敢走，确实有点难受。这个棋啊，他如果刚才压，他我猜他就可以搬了。如果刚才压到这两下，你这样我就可以打了补一个。对，这样你就冲不出来了。现在他正好，你没有这几个，你是不能这么打的。你这么如果这么打，我一长就可以冲出来了。你再走，我一冲，你本来这有子儿，你是可以退的。现在你退，你这个子断点太多了，这个不能接受。是，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难受，这个被黑棋欺负的。对，白棋还是退了一个，退回去了，退了一个。那这样的话，黑棋这一步棋就便宜了。便宜了。对，这如果你先压再点，它肯定是反击。对。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下围棋，其实最重要的是个时机问题。你时机掌握好和不好，那可差了远了，可以这么说。对。尤其对这种顶尖棋手来说，所以黑棋这盘棋几个时机把握，我觉得还是下得非常漂亮。先点再压。这个处理得更好，但反过来确实白棋应该是处理的，我觉得不尽如人意。对，黑棋这个高手所为啊。这个白棋搬，黑棋搬，白棋挡。范老师，这个地方白棋有没有可能长这个呢？
有啊，有是有可能。厂这个他应该会搬吧？我他问你一下。搬我有没有？就是你断哪个，我应该吃哪个，这个骑行。就是你断这边，我给吃这边；你断这边，我吃这边。这个骑行。这样他就是可能拐一个。拐嘛，那就是人看你有。我能不能吃了？就是现在点过来。点过来他再呼。这样你如果挡下来，我应该是要冲断，我再把你这冲断。这个骑行呢，应该说是白骑，也不能算特别薄，但也不能算特别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还是很复杂啊。这地方压也先手。但是这个骑行黑骑似乎是可以站的。所以他没敢。没有敢。没有敢。他是选择了在这个地方挡住黑骑。对，因为十月在这个对江东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他的骑风。我记得有一年啊，韩国骑手这个就是调查韩国骑手，他们对中国骑手的一个就是你最不想对到的中国骑手是谁？那个时候啊，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柯洁，那时候我记得印象中是调查了好多几十位这个韩国顶尖骑手。当时他们一致的好像结论是不愿意碰到十月。这个不是鼓励，那时候有鼓励，那时候不是对到鼓励，是不愿意碰到这个十月。所以说这个十月对韩国骑手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的骑风确实比较这个比较凌厉啊，杀气非常非常凌厉，这个是对韩国骑手应该是也是吃掉韩国骑手很多条大龙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有点有威慑力，闻风丧胆的感觉啊。所以看他这个骑下的还是很本分，这个江东文。那接下去这个黑骑准备走哪儿呢？我们不妨让骑友们也自行思考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为大家带来讲解。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比赛。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黑棋搬了一下，跟白棋搬交换，接下来黑棋准备怎么下呢？还是走的最强硬的一个下法。这个地方它是要强行搬出来。搬。这个地方他是不是猴出来啊？猴出来人家打拔这个棋形太难看了，所以他是要搬出来。那么跟刚才不同的是，如果黑棋没搬这一下的话，白棋是可以搬过的。对，搬了一下之后呢，现在白棋就没有办法打过了。对，你要打，如果打的话，那就转身了。对，是这样，黑棋上面还能来一下。接上，这样把黑棋粘出来。虽然你打拔一个很舒服，但是黑棋的棋形也算刚刚好啊，都正好把你分开。对，而且吃的还是挺大的。所以这样白棋是不肯的。白棋是下的也很强硬，这时候它是强行断上来的。断。那这个时候黑棋一粘之后呢，白棋这个地方是明显是有断点了。白棋粘上。粘上。黑棋这个时候加了一个。加一个也，用意只能理解是问一下啊，但是也没，我是没太看出来这步棋加有什么，就是一定要走的。但是也许他是觉得是试一下白棋的应手，但是白棋确实也只能不能粘了，这粘这以后这个目太损失太惨重了。对，这个绝对不能忍吧。实战白棋是打了一下之后，打是白棋的权利。这个如果吃他就转身了。他还是要长。然后立下。立下。黑棋拖。拖。白棋再贴出去。贴出去。那这个感觉就是形成了激烈的战斗呀。这个应该说黑棋成功的把白棋分断了。然后白棋呢，白棋应该说这地方从子力的角度来说，白棋并不吃亏，白棋子力还是很多的。但黑棋呢，因为外面很厚，所以他觉得能跟他发生战斗，他也能接受。另外这个十月他本身是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攻击的目标嘛，对不对？对。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有目标就好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江东论应该是下的都还算比较平稳，一直没给他目标。但是现在呢，不管怎么说，你这被我分开了，对，这个他就有目标了。这个地方目数上谈不拢了，就必然引发一场战斗。对对对，白棋继续往外贴。对，贴一下，这都是白棋全力。
这个地方的白棋是搬不下来的。对，这个地方这个断完之后，这个白黑棋的打吃是先手。对，这个时候如果搬下来，黑棋是一定要是单断。哎，这个地方我们棋友们一定要知道，千万不要去下这种俗手，这个太俗了。这样这个气就自撞一气。这一打，这个人家一长这四对三，四七对三七，这个黑棋就全完了这个棋。所以这种棋是能看到是个撞了一气啊，撞了甚至有可能撞了两气的可能性啊。对，对不对？你看这样，我如果这么下的话，你如果说这么收长，我就挡住，我就挡住。你假如说你是不能吃进去的话，你吃我这么吃，你不是受不了？你吃着我也粘。我们能看出这个地方有可能差两气，这一气这个地方你还不露子儿，有可能有至少差一气。对，差一气那可就是白黑煞白了。这盘棋差一气已经够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棋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地方是有先手先不走，这个断它，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手棋。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白棋是搬不下来的，实战白棋就选择了长，利用这个长挤的先手。对，应该说白棋呢还是有所得，有所得。这样再断。黑棋也没办法，这个棋要长，这个被人胡打，这个太厉害了。应该说白棋呢也算有所得，还是把这个子儿给分开了。黑棋呢就是这个角是黑棋的，然后另外这个有堆子儿呢，这个应该是对上方这个模样还是有呼应。感觉这个有一个立体的这个架势了。是。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双方都能接受吧。黑棋实战是拐这个拐这个也是头非常大的一手棋。这个如果不走，这个被人家一飞过来，这个太大了。这个子现在就变得很危险了。对，这是必争的一点。这个应该说白棋分段，我必须得把这黑棋这一点抢到。白棋实战，先就成这拐。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不走的话，黑棋是不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先手在外边？有这个可能性是吧？靠这个，对，靠这个。这个我们能看出来他现在倒是能看出来这个加的用意了。这个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说现在加，你现在一走，我这样可以一断，这个地方。这就出事儿了。这个应该是十月当初为什么要去那么早加一个的用意啊？我们这个是只能这么理解出来。这样你吃。就可以跑了，我一跑，这个你是争不掉我的。这大概是十月的一个用意。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大概只能，如果要忍耐他这样，他等于白走饶一下。而且还是先手吧，这还有跳。是。跳完了断。对，这个味道确实不好。这个倒是我们现在能看出十月的用意啊。用意深远啊，这个。是。所以他选择是拐，所以白棋觉得这步棋还是很大的，对，先手被别人封锁进去不肯，所以拐出来。反正我是觉得他这地方老不走掉，我觉得作为我是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的这个风格，就是一定是先把这地方什么先让人压一压，让他围四步算了。我是很怕对方跳到这儿张起来，但是他呢，你张起来他应该还是想着进去。这个就是棋风的不一样。可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串外势啊。对，反正我是很害怕。如果是我一定会就是你这个我先把这边先把你压两下，然后再补这边。对。这是还是正常分寸吧。对，正常分对，或者我们均衡牌一定会这么下。对，但是你看他这种实地流那个地方，我还不承认是你的空的。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好，那么实战黑棋跳。继续来压缩这边。这边确实白棋还不活，这个地方棋形还是有一些问题。白棋还是补了一手。黑棋抢到了这步跳，这个跳真的很大，看着就觉得诱人。对，我是不能理解这个地方白棋为什么不先压缩一下白棋黑棋。对，这个只能说对自己的这个，也是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你就是一定对自己的制弓很有自信嘛。我要是对自己的制弓能力没自信，那我肯定怕对方吃我。但是他现在明显是对自己的制弓还是很有信心的，自信派的属于。
好，那埋席，啊，这个时候也还是没有打入，而是先在这个地方去捞取木薯。这个都是能看出来，这个就是韩国流的这个本质，就是说对自己的桎梏非常有自信。嗯，这就是说我先捞一票再洗进去。再进去，你正常就应该直接洗进来。嗯，你这个干嘛让人家多一个子呢？对啊，多一个子不是对自己压力更大吗？对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这盘棋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失算啊，他这个形状他走了一个，他觉得这边多捞了一个子，但是从事后看他好像多走一手棋不见得好，并不见得好。对，并不见得好。那这个有可能是他失算的地方。他正常想着我压一个，这边我白多一个子儿好。嗯，但现在压完之后这两个子儿变重了，下一步这个十月也是非常的敏锐啊。嗯，他这个棋形是顶一个，顶在这儿。哎，这个白棋是非常痛苦。所以这步棋我觉得它是一个失招，哎，他应该还是直接进去算了。做人嘛，不要太狠了，对对对对，给对方留一丝啊空间。是，结果自己走完之后对方就没给他留空间。对，你因为你这下中了，这个人一顶你这个子儿不好意思弃掉了。你现在如果你现在简单应该是长，那这样人家一跨，那你这两个子儿你不是多死一个吗？对，多死一个，这肯定不答应。是啊，这白棋肯定不能同意。但你不答应的话，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要发生一场这个乱战。这个呢又十月比较喜欢。嗯，毕竟这个地方而且黑棋子力还是很多，白棋的话真是强行作战应该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嗯，白棋飞发力了，这还是要发力。这个一子变两子不能再死了。黑棋搬下，白棋挡，黑棋大吃。这样的话，局部黑棋已经有眼了。对，应该说这盘棋要注意一点的是，打劫的话，黑棋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二三，有大概有相当于五，我觉得得有四五个劫材，而且是四五个劫材是非常非常大的劫材。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劫材，这个段也很吓人。对，劫材的话，应该说这盘棋，白棋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好。那这有两个断点，白棋还是得继续补。补一个，然后开始尖。黑棋是拖进来。黑棋这块棋活棋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打劫的话，确实是白棋不能打。白棋只能扳住。扳住。黑棋。黑棋。直接是把它先一下。啊，留一个断点。留个断点，这是。然后再拱活。拱活。粘上。黑棋还要长。长。长一个确实是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对。这个棋这应该是普通就是一个官子啊，当然他应该是瞄着白棋的毛病所以长了一个。因为他这个段是先手，对不对？但是先手。但这个地方你很容易想到这个胜负肯定不在这儿嘛，这个官子十目棋左右，胜负肯定在这边。如果是我一般会先想着攻他一下。对，我们就想看他怎么吃这个白棋呢。十月也不着急了，现在他是先把这官子先捞掉。这个确实让人想不到。对，他是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先手？对，他也许就觉得是个先手。这是白棋打吃，黑棋粘，白棋点过来。白棋点，白棋也是，现在是反击啊，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这个子跑出来的话，这个段就会变成后手。是。白棋这里先手，这个立先手，这块棋就活了。对，他就是希望黑棋在这补一个，然后我再补回来。你要不补呢，我就要把这个子儿给你拽出来。但你拽出来呢，也有一个不好，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子力拽得越来越多。这个我们说了，十月是很擅长吃大龙的，你这个拽出来不见得是件好事啊。对。那么黑棋飞过来。也飞。白棋贴。黑棋断啊，这个够狠的，够狠的。这个棋断的话，就是说看你这个地方正常白棋是要补一个，那我这边就先动手了。先动手，确实这边这个吃这个白棋确实有一些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他肯定不会长，他长完是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白棋呢也是下得很凶狠啊，对，直接就把这个跑出来了。跑出来。黑棋打吃，打吃整形。打吃两下之后把自己的形状整好。对，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出来十月很巧妙，他是算出对方跑了，所以他先飞。然后再挡，这样我们能看出来，他如果是没有这两个交换，那人家肯定是跳了。你再长，那人家肯定是双了这个棋形，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出
时机下的，对对，掌握的非常好啊。这高手这整个计算是非常的严谨啊。嗯，走掉。黑棋这个时候，这一块白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应该说是白棋应该是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就是黑棋走了，那肯定是对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办法，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不应该走，这是我们这一种逻辑啊。是这个当然一定得能，还是最终还是要看能他能不能走出棋来。嗯，加吃，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眼。嗯，打吃，这都是枪手权利。是，提掉黑棋，现在一拐，一拐的时候，现在白棋已经不敢粘了，不敢粘了。粘的话，应该是要对黑棋立一个一立，一立这个白棋有问题。白棋现在不能挡了，挡我这一破眼，这下面是死棋，所以白棋一定是要做上面这个眼。那做上面这个眼的话，黑棋现在应该是挖一个，一大飞。下面就没眼了，一大飞，这个形状死掉，死得很干净。对对对，这个是净死啊，连打劫都没有，这个打劫也不行，况且是连打劫都没有，这个白棋是不行。对，所以白棋它实战是要先搬一下，这个地方还是很巧妙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黑棋我们说如果最凶狠的下法一定是挡住，挡住的话他应该是准备再粘回来，这样白棋就活了，这样应该说好像跟刚才是有区别了。对，这个地方首先黑棋不能顶的话，白棋这么一打，这个我可以这么打两下，你提掉我再一猴，这个问题不大，这样白棋活了。所以黑棋呢，他通过这个下法是希望你不能立了，你只能来打拔，你打拔这个子儿，然后我做上面这个眼，那这个形状是活棋，下边连劫都没有，现在你应该是打劫也没有啊，像你吃我就这么接不归了，踢掉，这样我这吃你接不归，所以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扳之后，它就是让你多，相当于是让你立完，多拐了一下，对，立完你拐了一下，这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对，不一样了，假眼变真眼。所以这个地方两个高手应该是下的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地方。当然黑棋呢也肯定是那就转身了，这也是有所收获。吃掉一二三四五六，吃了七个子儿。是七个子儿的话，加上这些虚目的话，二十目是肯定有了。二十目本身，但是白棋这个长也挺大。对。看完这个吃还先手。先手。二十目从目数的话，黑棋不占便宜。嗯。但是黑棋我们有一点，就是它吃完之后，它肯定是越来越厚了。厚了。对，越来越厚了。那么是不是对这块白棋会有点想法呢？那肯定我厚了嘛，对你威胁肯定大了，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是。那接下去黑棋下的也是很细腻的啊，高老师，我惊奇的发现啊，之前黑棋加了一下，这会儿还便宜呢啊，不然这被点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边的话，白棋还能搬进去一下。对对对，是，这一下竟然到现在为止还便宜了，在白棋拐了之后，这手棋还便宜了。他应该是瞄，最重要的还是他大概是就是瞄着这个顶。当初，这个大概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用意。对，黑棋这个时机掌握的非常好啊。然后实战，黑棋长这个，这步棋也是非常非常大。对，白棋这块棋怎么处理？这个肯定一定要活棋嘛，一定要走出眼位来。小猴子脸。对对对，这个是正常。黑棋也是继续搜根，不给白棋眼位。对，白棋挡下去。这个挡，我觉得有点是，这怎么说，亡命之徒啊！这个要是我，我肯定是赶快跑啊！往外跑。对，往外跑了。这地方应该说这两下交换，应该说白棋从实地上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地了。另外你爬过的话，我这么一顶，我这还有点眼位，可以接受了，但是呢，他还要什么？还要冲下去？这个就是，这么说了，这一定是要这个，对，要这个实地是为主，那黑棋这个贴起来啊，不给他的这个眼位，白棋顶住，黑
黑棋点过来，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是起杀心了呀？对，黑棋现在这个一贴一点很凶狠，就是白棋的棋形有点难看，但是呢，他这个地方他也是瞄着黑棋的棋形，但是有点走不着，有点来不及。白棋冲，哇，这个地方十月下的非常紧凑，反冲，白棋粘，再黑棋挡住啊，这个地方很意外，就是白棋啊，看着好像这边黑棋气很紧，这儿能打，但是白棋来不及，只剩两口气了，对，他没法，他对他来不及下，对，这个扑不到了，已经，对，现在扑不到，只能粘回去，只能粘回来，这个黑棋还是很满意的，对。然后黑棋立了一下，这是他的权利。对，这个是不是考虑着以后这边可能会形成打劫？那么这个立一个以后，这边的劫材就很大。另外一个，他有可能读秒了啊！这个他们因为是这个时间下到这儿下了100多手，对他们来说，已经他们在围甲中已经算老将了。越老的棋手，他这个思维上要慢一些，有可能会读秒了啊。所以说他们这个有可能像打将的一个下法啊，打将，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读秒了还在杀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很紧张。对。这个现场气氛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对，这个时候十月是露出杀招了啊！这个时候立完之后，应该是他是很难抉择。正常他应该是这么跳方一个。对。但他这个下完之后，他是决定还是要亮一下屠龙刀啊！实在是下一步棋哇，这个太厉害了，这步棋真的是决心能看出来，这步棋的决心啊！一般我们说这个棋子儿就不要挨着自己下，对。但是这步棋现在在杀白棋的时候，这步棋其实是不给白棋任何借用的一步棋。对，这步棋首先是要把你的路给断掉，不让你连回去。就这手棋本身来说效率极低，但是在杀对方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杀伤力极大。对，就是你没有任何利用，对，你走别的地方有可能都有利用，是，就是这样。白棋抵来点方黑棋啊，像白棋活棋的过程当中，还在这个瞄着黑棋的这个地方的弱点。那么黑棋这个眼位也不给他。顶，粘上。这个地方白棋断是先手吧？对，是先手。但断的话，黑棋是应该是会就是补一个，提一个。这样的话就是你断完之后。这里头是一个是死棋，只有一只眼。我有一只眼。这样的黑棋应该就没得商量了，是肯定要吃白棋了。就是你现在出，你现在不管怎么着，打吃。你打吃，我应该说。那我再打吃。这样我应该能尝出来。那我。你现在这边不能乱扑，你扑完了没有用，这样。这个，我觉得我这两步棋就把自己简单的走死了。因为他这个棋啊。对，这个地方是不入气的。一个是不入，你可以吃在这儿。你吃在这儿，但是这一个是没眼啊，没有眼。另外一个，你有眼也我也不怕，我这个粘应该是先手。你提掉的话，我再一点，你这也不行，你这下面死了。这样你走。我再搬，这个力已经没用了。对你力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是为什么说它上面这个气，你这个是棋精呢？就是你上面气如果一紧了，你就没用了。这样你也不行。这样你是过不去的。这个你粘，我这一提，我把你提通了，等于是。这个你也不行。原来是这样。对。那等于说这边白棋已经没有用了。就是说黑棋这个棋形是非常非常厚的。就是说你什么扑都没有用，这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现在黑棋确实是非常厚的，对这个白棋来讲。所以说他现在白棋当然是从心情上说我能断上来是最好。但是他不敢这么下。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地方白棋是强吃，白棋其实他为什么不肯断呢？他强吃他的也是有可能的。这样黑棋一定会把这个粘住，这样你粘一个，这样就形成了一场杀气了。看起来攻气太多，有眼杀瞎。对，这个地方我们电视机前有水平的这个有实力高一点的棋友应该知道，这就叫有眼杀瞎啊，有眼吃无眼。这个。
我们都不用数气就知道这个黑棋有这个眼之后，因为攻气都得白棋来收，嗯，所以这个棋白棋应该是不行的。对，白棋只能往外跑。实战呢，白棋赶紧往外尖。对。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就再把这个眼给夺去了。嗯，他至少要活棋，现在是。对，然后提掉。提掉。嗯。白棋赶紧在上面做一只眼。对，再打这个。嗯。现在黑棋的看样子，他也没再准备吃白棋。嗯，爬了一个。嗯。但这块白棋也没有活。对。白棋还得赶紧把这块棋给做活。对。实战呢，白棋是飞，这个黑棋挡，白棋贴起来。我怀疑啊，这个十月是不是还没有忘记中间这块棋呢？现在借着这边白棋做活的时候呢，去借劲儿。是，他是借着那边劲儿来瞄着这个地方，这个对白棋来说是很头疼，对，头疼的地方。好，白棋断也是寻找头绪，这步棋如果再一味往这边走呢，我这个黑棋尝一尝，这个感觉中间这块棋就快无疾而终了。是，啊，白棋赶紧寻找头绪，黑棋长，白棋长先手，先手，黑棋跳，跳一个，白棋贴，贴了一个，黑棋。贴，就得补一个。白棋这个时候虎。黑棋这一步棋加很厉害啊。很厉害。哦，这一下白棋这个地方就没眼了。对。这战白棋虎，黑棋吃住啊。十月对于这个眼位的这个要点还是很明确的。对。搬这块脚还没有活，然后黑棋扳住白棋这个头。因为打劫的话也是黑棋绝对有利，所以他现在也没法打劫。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只能往这边出来了。嗯，那么黑棋粘一个其实是绝对先手。是是是，这个地方白棋得补棋。对，这个是黑棋的权利，但是其实不走也没关系。刚才我们说你扑到最后也没有用。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关系不是太大。但是接下来就把这一走进。白棋提，然后黑棋这个地方一跳啊，这个地方白棋就没有出路了。对啊，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手棋。这个地方白棋现在如果虎这个，黑棋尖这个，跳不回来。你虎这个，尖这个也没问题。就这样一走呢，这块大龙最终是被擒掉了啊。十月最后还是，这个场均一条龙的这个绰号还是名不虚传。对，这个也是被贺阳老师言中了。对， 对， 对，这盘棋这个果然最后白棋是用桎梏。对，但是在这个十月的屠龙刀下，还是成为了一条冤魂呐、啊。这条大龙，啊，这个太惨了。是，应该说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从实地和模样的对抗，但最终呢，十月的这个力量更大一些。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